师弟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刚才是想给你做吹气疗法。幸亏你醒得及时，不然两个大男人真是尴尬。那我醒得还真挺及时啊。哼，你小子真是吓死我了。师兄又救了我一命，大恩不言谢。 行了，赶紧找个地方换身衣服。那些打手呢？都被我干趴下了。师兄威武。